我甲阮春风阿叔在写诗哦，阿冰冰姐我跟你讲，这种的体格我上介意。哎呦，你甲看，胸肌。胸肌有有有。腹肌也有。小腿肌啊，小腿肌，对，小腿。掌声欢迎全台湾最帅的总经理，欢迎三立媒体集团总经理张荣华张总。帅不帅？帅！二一，请启动。收录亚洲最经典的声音，尽在下列嘉年华：8月25、26、27、28、29，五天五夜，欢迎大家一到花莲，赞不赞？赞！花莲棒不棒？棒！县长美不美？好美啊！张总帅不帅？帅！会给出国村里进来，回来问到这。领导那么人气，通吹回来阮老坐。妈妈的饭煮无够济，回来阮老坐。啊，那我们三位帅哥，你敢有要娶倒一个？系你介意倒一个？敢有介意倒一个？我甲阮春风阿叔在写诗哦。啊，冰冰姐，我跟你讲，这种的体格我上介意。哎呦，你甲看，胸肌。胸肌有有有。腹肌也有。小腿肌啊，小腿肌，对，小腿肌。掌声在哪里？哎呦！哎，恰恰，来恰恰。加油！嘿！你今年国标三段有啦！哇！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大部分大家都讲东大门哦，但其实我现在忘了那家叫什么妈妈，一个小小的餐厅。因为花莲有一种玉米鸡，黄色的皮玉米鸡超好吃的，到花莲一定要吃它的西瓜、玉米鸡、地瓜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。尤其我很喜欢他们的阿米斯啊，他们阿美族好朋友们。我老实讲，我去那里哈，不管我去逛什么商店，他就送我一个小东西，我不是因为他送我，我高兴，那种情谊。他的情谊，当然他送那个我得花更多钱去买东西啊，但就是他们是真的很真诚的跟你交朋友。